各位好，咱即马开始来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叫做潘亮华哈，那么真欢喜啊，大家有这个心要来。替咱台湾做一寡代志，啊，所以肯牺牲时间、牺牲金钱，吼，啊，出钱出力，啊，来遮受训，哈，来遮受训的目的，主要就是要教咱，迄个国民党政府来台湾68年的党国教育，哈，教咱的头家内底教一寡拢错误、唔对的历史，哈，教一寡资讯，那么来遮。定义就是要把这些笨手，在咱头壳内底这些笨手要甲清出去。啊，当然，伫短短初级班甲高级班吼，的时间讲要甲60几年的笨手山，遮大个笨手山，讲几工啊就要甲清出去，这可能有困难。啊，但是好佳哉，咱秘书长有出几啊本册，吼，比如讲《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吼，啊甲《台湾地位真相》。啊，包括金雄新的《新台湾论》，我这种都是咧重新教育咱台湾人对台湾的主权地位，吼的变化的真相。啊，那么即马台湾《新台湾论》买一本送一本，吼送迄个《台美关系关键报告》。那么这个《台美关系关键报告》，我认为呢真重要，这。你读较轻松吼，较浅显，因为伊拄啊写第一本的时阵所写的吼。那么你若甲这本读完，你的基础拍好了，要过来读新台湾就较轻松。我即马，你若有买哈，也会当请秘书长吼签名，啊，这真有历史意义吼。台湾甲美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吼，真重要。所以咱台湾甲美国有啥物关系？哦，你也了解，啊，所以迄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吼，你若读了，啊，你著基本的基础就有啊，吼。啊，过来，我本身为咱秘书长所出的这册，吼，吼啊，所浓缩啦吼，较捡一寡，我认为需要让大家知影，我甲捡出来吼。啊，甲咱的民政府官网内底一寡资讯哈，啊，甲台湾海外网、啊《自由时报》电子报内底捡一寡资料。来讲啦吼，啊，这就是讲，要请大家做伙来写台湾历史，爱先了解台湾。你家己若无了解台湾，你可能会行唔对路吼。啊，这目录我等下尽量讲较紧的吼。那么中间有休困十分钟，我是讲我卖休啦吼。啊，若有需要去洗手间的哈，主动家己去就好啊吼。啊，我本身，哦，我是平埔族马卡道族，哈，啊，那么马卡道族是高屏地区的平埔族，台湾呢，平埔族，哦，我那有十族嘞，哈，啊，我这个马卡道族较少啦，哈，较少人知影，因为较尾啊，较有人提出来讲，其实伊嘛是属台南西拉雅族的分支，哈，因为。有一半以上的维语因拢会通，啊，另外一个分支叫做大满族，但是伫1999年哈，2009年的这个莫拉克风灾灭村迄个小林村，因叫做大满族哈，但已经灭村剩无几十个人哈，无因每一年拢有迄个平埔族业绩哈，那平埔族南部情况了那，食迄个。烧酒鸡吼，迄个鸡巴酒吼，迄就是平埔族。你若有迄个习惯咧食鸡巴酒的吼，比如女孩子生产了会食鸡巴酒吼，吼，迄就是种平埔族的习俗。吼，啊，咱台湾人咱来只要手弯开，你只要有一顺的种平埔族啦吼。OK， 那么马卡道族吼，真侪人记袂开，啊，我拢甲讲。因为社长定来公司选市长了，着当选，还有替阮这个族
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啊，你若判这个判记吼，我甲你讲，你著一定记会开，因为迄条路拄啊跟纵贯线的铁路平交道平行啊，就隔壁呢。啊，马卡道路，啊，你来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会加来弄的，包死的。哦，啊，你著会记的吼，或者马卡道主。OK， 那么。我自高中迄阵教官就来咧招讲，要叫阮加入国民党。啊，因为我迄阵对国民党有足大问号，啊，所以我拢无加入。但是到民进党，吼，所以我迄阵就到天奥，包括这边葡萄顶咧招我拢无爱加入。甚至天奥了，我想我要来了解讲，到底台湾跟日本。伊讲迄阵中华民国是战胜国，安尼伫台湾，啊，日本是战败国，我一定要来日本看，讲战败国怎么安怎？哎，结果去，哦，日本足进步呀，咱迄阵都新干线都是高铁，因都有啊，吼，伫差不多35年前，人因都有啊。好，我即个带团去日本，咱的靖国神社吼，啊，阮有第一个，我第一个坐着新干线，哦，因的新干线。足平稳的啦，哈 ，OK。那么我去日本，我第一个入境入日本，我就讲啊，真正国民党敢骗，啊，这战败国，看下这先进，哈，这清气。啊，咱战胜国，中华民国战胜国，迄阵咱嘛拢想讲咱是中华民国。啊，但系咱这落伍呢，我去到日本第一个感觉讲，嗯，那对了不对劲，结果想几步，我想着。原来，因拢无咧饲喇叭，拢无喇叭声，所以足安静的。车安尼咻咻过，啊，都拢无咧饲喇叭。啊，伫台湾迄阵哦，若有开车人袂输讲，哦，伊足好个，足伟大。路拢安尼，大家拢饲喇叭，叭叭叫。哦，迄35年前迄个状况是安尼。哦，所以，当下我就知影讲，安尼唔对啊，我就开始咧找一挂党外的资料。迄阵也无民进党，吼，啊，所以拢一挂党外资料，吼，啊，像美利都的杂志，吼，都出，我会记我要留三本起来做纪念，吼。美利岛事件还没发生，迄阵美利岛政团，吼，啊，即嘛一个民进党成立，我嘛得随加入吧呢。但是迄阵还未戒严嘛，吼，啊，还佫迄个白色恐怖还佫真严重的时阵啊。啊，我的朋友拢甲我讲，会判你咧笑。啊！你是无惊要嫁人饲哦？因为我囡仔足细汉了，吼、哦，敢若迄阵也袂晓行路嘞。啊！但我就想讲，为了台湾吼、哦，我一定爱加入这个团队来团结做伙来为台湾拍拼吼、哦，所以加入民进党。但是民进党我真希望到徐明德、到柯信良咧做党主席的时候，就召见伊啊。徐明德讲要跟人喝和解咖啡。咱二十八事件3万的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第二十八事件互有计划屠杀掉，哦，这有够可惜的，吼、哦！啊，伊无来甲咱回事咧，竟然咱比来遮要招迄加害者来啉咖啡，拄啊像讲即卖洪仲洲的家属要招军方的人讲啊，咱来啉咖啡，吼、哦，来和解，安尼敢对？对方加害者拢还袂甲咱回事咧，咱就咧招人喝咖啡。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哈、哦，所以我就不落的。啊，过来，这个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哈、哦，啊，要甲咱台湾的资金、技术、人才拢，去遐甲因斗三工，哦，这嘛我真反对，所以我就开始无对民进党的事故，我就无咧插，我就戆戆去种我的树啊。那么，过来话，有一个建国党成立啊，哇，这。大获我的心的对吧？吼，因为呐，咱就是要为了独立建国啊。迄当时的思想是安尼啦，因为对法律也无了解是。哦，我就是目标明确，我就是要建国。哇，拄好这个能力建国党哇，这无加入较会使，这无加入会艰苦啊吼。哦，所以我就交一万块去加入做永久党员安尼啊。哇，啊这个因为这个建国党哦。许拢是一挂师资辈啊，工程师、医师、律师、法师，拢有啊。啊，这拢水准拢足悬的啊。
民进党煞会惊着，因民进党足侪拢是较一般大众的吼，的人来组成的，啊，遮拢高水准的呢。我、啊、所以民进党就想啊，包伊包死的，无来想一个计无。伊准用人头党员、青外甲加入，啊，重新开大会、临时大会，吼、哦，啊，煞甲民进迄落建国党的干部拢换掉去。啊，建国党就准一直消防伊，因为伊组织的内部的做核心的人拢互换去啊，吼，到尾也就准不了了之，即马剩挂一个名尔，吼、哦。无啥物咧运作啊，吼，足可惜。啊，这就是民进党对不起咱台湾，因为呐，照讲应该爱予这个高水准的起来领导，伊来讲论述，啊，直接来予民进党来冲来弄，会当互助合作，结果毋是伊甲弄落线去。好，啊，这就是自私自利，为了家己党的利益，无甲咱台湾的利益颠倒。放伫第一位吼，所以民进党我足失望的吼。好来，过来2006年吼，因为我为高雄，我做农场伫屏东潮州吼，哎，原来我的故乡我出世的所在，所以我逐工拢爱为高雄市开车去屏东潮州，拢会路过凯旋路甲五福路迄个所在啦。啊，迄个所在煞我发现有这个机啊，啊，我第一次看来是讲。哦，啊，这都直销公司哦，美国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啊，有一天我去甲阮爸爸摕药啊，吼，伊个高血压长签吼，啊，都咧看报纸，哎，有一个小角落看无大地啦，哈。哎，嘛有这个机啊呢，啊，我注意甲看，啊，原来是咱秘书长要选。高雄市长吼，啊要办演讲会，啊伫高雄市的武庙吼，啊佫有一个电台频率，我着就车我着转来听。哎，伊讲这看我的频率会下呢，看我的理想会下呢。吼，啊所以隔无几工着拜六迄个暗着要演讲，我着走去听。啊，迄阵拢分这个机啊，一个秘书长起来讲吼，吼，我伫民进党，吼伫党外。无法度得到的答案，拢伫秘书这边较得到。好，所以阮迄阵阮机啊，大一家吼足热的。啊，本来对恁政治已经冷去啊，为迄天发烧到39度，到即卖还袂退烧。好，所以感谢。啊，希望大家做来拍拼吼。OK。好，啊，咱即卖来了解讲，咱台湾的主权地位的现况到底是安怎吼？啊那。秘书长的册有看的，啊，咱就当作复习的啦，哈 ，OK， 好来。第较近的，就是1945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哈，主要是代表民军来受降，来占领台湾，哈，为这开始，哈，这较近代啦，哈，好来。但是伫1949年的年底，中华民国伊跟国共内战伊输。因遐武装的难民是非法侵入台湾。当初这个部队入来，这是有法律的根据来。这来，因是战俘走去别个国家的领土，所以因叫做难民。但是因佫有炸武器来，这跟其他的国家的难民无同。你讲两伊战争，伊拉克还是伊朗因的这个难民走去隔壁国家，要求隔壁国家来佮庇护。因拢爱作谦卑，我袂使加武器入去，吼、哦！啊，拜托迄个国家来甲保护安尼。但是接下来吼，气压个，因为有武装 ，OK。过来，哎、欸，咁跳较紧，好、哦、对哈、哦。啊，2006年10月20日，就咱林志升秘书长，伊发动带228人去告美国，吼、哦。伫2008年3月18日，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哦，要是会使上诉。这个无国籍，照讲台湾的新闻界闹报，台湾爱像个大地洞。但是国民党掌控咱台湾的媒体，吼、哦，所以拢甲咱封锁，所以
绝对所99%的人拢唔知影讲，台湾人已经去美国的联邦电法院，甲咱判讲咱无国籍，哈。啊，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伫1945年9月7日迄个时间点，哦，到迄个密苏里战哈投降仪式迄天哈，麦克阿瑟因主持迄个时间点，迄个时间点。中国人拢还未来到台湾，所以迄个时阵住伫台湾顶管遮个人，包括伊个后代所生传落来遮后代，吼，拢叫做本土的台湾人。因为迄阵无掺杂外口的中国的迄个国民党军还未来嘛，吼。OK， 好来啊，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啊，台湾人到今还阁生活伫政治的联合当中，吼、哦，啊，这是因为阮阁上诉去到高等法院 ，OK。过来，到2009年的7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阁受理本案，最高法院哦，注意这是最高，吼、哦，啊，这是个暗号，啊，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个联邦最高法院，咱根据国际法、国际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个宪法所提出个告诉，哦，这是头一届有法度过去到联邦个最高法院哈。啊，但是到同年8月7日，本案个被告美国政府，伊个代表国务院出来宣布讲放弃抗辩权，哦，啊，这放弃抗辩权，伫美国法律来讲就讲。等于美国吼，诶，被告这个美国政府，伊表示说，伊会放弃抗辩的，表示讲，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所讲的叙述哈，甲法律的见解完全正确，美国政府完全承认，和国务院完全承认，哈 ，OK。啊，到10月7日的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哈、哦。啊，这个就是讲，虽然我个人看就是讲，美国虽然是三权分立，但是美国因所有的行动、作为所做的代志，第一拢考虑美国的利益，哦，所以司法部门嘛爱等行政部门有安大好些。啊，比如讲，你若高等法院有要判讲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吼，还是有啥物动作，有可能引起阿强啊的反弹，啊，所以伊甲搁置本案。那么，若等行政部门，比如国务院、外交，含其他国家有联合同盟讲好势，吼，啊，国防部含韩国、含日本、含菲律宾，吼，包括越南，拢演习演好势，武器拢。就是规个军队拢部署好势了，要显摆的时，阿强啊，若讲我要拍要进来，我美国拢准备好啊，吼、哦。即马就是讲，高等法院遮就是咧等行政部门吼，若、哦、拢准备好，伊就可能搁个提起来审，吼、哦，适当的时间，就美国上好的时机吼，因、哦、来提出来吼，提、哦、出来审。OK， 啊，即个啊讲。说明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的诸多刑事哈，无必要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行政部门爱依发行正确刑事，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做代志。所以咱必须就讲，咱爱回到历史原点，伫旧金山合约的规定，哦，咱爱倒来遐位遐开始，因为。旧金山合约确实会救咱台湾的所在，吼，这是美国的迄阵的杜勒斯所设计的，哈。啊，伫林志坚控辩案被告的律师，吼，就是国务院派出的这個律师 Peterson 哈，伫联邦法院的答辩有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你注意是讲，咱就安尼讲的，这是讲法律的主权咯，吼，因为法律的主权。是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啊，所以美国因为迄阵旧金山合约是叫日本放弃台湾甲平壤的
这个管辖权呢，并无放弃法律主权，所以等于无过户嘛。啊，比如我给你租一块厝，租一块地，比如我你一家地，我来租五年五十万，我若伫台书遐跟你签约，签好钱交煞，等于你就是放弃你一家地电管的地上的管辖治理权。啊，我潘良华买大电管，买建山。种荔枝、种香蕉，就宰我。但是无办过户嘛，迄块地租款证还佫你个啊，还佫你个名。哦，只是你放弃管辖治理权呢。但是五年到，你若不爱佫租我，你就收回管辖治理权，啊，我就爱走啊，吼、哦。Okay. 啊，但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因为旧金山合约内底有规定嘛，吼、哦。啊，过来！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啊，下卡这个诏书，讲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行，在台湾开始实行，哈，啊，予咱台湾人开始有参政权加参建权，哈，啊，参政权就是当派三个参议院的议员，五个众议院的议员去日本的国会，他们，哈，来参加这个议事，哈 ，OK。那么1937年，日本就伫台湾实施皇民化，好开始实施内地一统这个皇民化运动哈。1945年4月7日开始在台湾征兵哈，啊征兵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就是讲咱台湾嘛有那个效忠的对象，因为做兵也不起，这你若无效忠吼，啊都怕家己的人都唔对啊咧哈。咱效忠天皇啊。抵御外侮哈 ，OK， 啊，迄咱迄个时阵就有参政权甲参政权哈，啊，这就安尼实施落来，就是台湾依照法律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拄啊跟大清帝国对辽东半岛这个经营同款，当初马关条约吼下关条约了的，嘛有甲辽东半岛割让予日本，啊，因为有三国抗议哈，苏联、德国因。意大利有抗议，所以伊讲这块土地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使割让出去。好、哦，敢那殖民地开始当割让，好、哦，所以只有日本佮含大清帝国佮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好、哦，佮把这块土地还予大清帝国，但是要求大清帝国爱赔偿2000万两，好、哦，因为。既然不割地，就要赔款嘛，哈。OK， 伊现在介绍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际委任的关系啦，哈。啊，这当初伫旧金山和咧签以前，就是杜勒斯甲吉田茂因的会谈记录内底也有，哈。OK， 过来，是安怎咱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还佫供奉39000名的台湾人的英灵。这些人拢是大部分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替日本天皇战死的台湾人，吼、哦。啊，你注意下看，咱前年也去，去年也去，啊，甲前几工啊，吼，8月15日，迄个停战日，吼、哦，8月15日是停战日，唔是终战日，吼、哦。那么，或者阮去年翕的相，啊，今年的相都我要背负，甲打起来，吼、哦。那么你甲想？咱的台湾人的英灵会下伫内底，这个靖国神社就等于中华民国的忠烈祠。好，那么现在无听讲有韩国的，因为韩国因已经独立出去啊，吼，历史见到因独立出去，应该因的英灵拢请回去。啊，咱也要伫啊，表示咱台湾这块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所以咱的英灵拢要下伫遐，好，你了解无 ？OK。啊，无那咱若已经独立成功，咱就会当佮请回来。结果无，吼、哦，等于日本嘛是承认这块土地还佫日本天皇的。啊，这高砂族，日本的军方足尊敬的。啊，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当初在菲律宾做总司令，啊，太平洋战争发动的时候，三本五十六去打珍珠港，啊，为派台湾的
高滨地区的飞行机临时轰迄个战斗机开去到马尼拉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把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行机拢炸坏，好、哦、啊，所以克拉克空军基地又拍个密密麻麻，制空权丧失，制空权又日本退掉，有制空权退掉了，下面就会当摕到制海权，过来美国就无差不多三个月，麦克阿就建书就把菲律宾总统炸了，到咱到去到澳洲哈、哦，啊，这就是麦克阿瑟一世人上无民主上闹鬼，哦，所以切咱台湾切个，所以设计建楼吼，叫一个三流的中华民国上恶毒、浓毒、上澳塞的一个国家的军队来甲咱管，吼、哦，咱真啊许糟蹋个真凄惨吼，甲真了个安尼吼 ，OK， 啊，这伊可能甲咱报产业冤啦吼。好来，啊，咱来看讲台湾，不，咱来比较讲《马关条约》吼、哦。到底内底写啥？因为咱较早读历史，敢若读到《马关条约》，到底内底咧写啥，拢唔知啊。其实重点啊，就是讲大清帝国嘅大皇帝，兼大日本帝国嘅天皇，吼、哦，因做伙所签嘅。但是皇帝甲天皇无可能亲身出面嘛，啊，所以有委托，哦，大清帝国就委托李鸿章，哦，甲伊个囝李金芳。啊，大日本帝国就派因的总理大臣，吼、哦，这个伊藤博文，吼、哦，啊，加因的这个外务省的大臣，这个陆奥忠光，因出面来签的对啊。啊，当然，拢有交对过讲因的授权书，吼、哦，拢无唔对，吼、哦，啊，卡落去签这个马关条约，吼、哦。OK， 啊，马关条约内底内文的第二款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旗、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永远远让予日本。这个爱记个，永永远远都拼无形呀，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作傲大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有够袂见笑。因阿公大清的时阵就卖去啊，吼！啊，伊个囝甲伊个孙，伊个囝就是中华民国，伊个孙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即摆讲，迄地阮阿公的，啊，引申讲，我甲是阮阿公的，就是我的。因安尼吼，你看有够，卖人啊，还佫咧，还佫甲真还佫咧挥着对吼。吼，第二项就是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拢咧，即个包括钓鱼岛、还有尖阁群岛，哈、哦。第三，澎湖列岛，啊、哦，即有经纬度，内底中间遐诸岛屿拢算是，哈、哦。啊，是安那钓鱼台就咱的，咱台湾的，啊，来讲日本的，啊，因为钓鱼台是台湾的，啊，台湾是日本的，啊，你看。钓鱼台是不是日本的？是嘛？吼、哦，用安尼算就对了。啊，另外讲，啊，既然咱人奈即马日本咧管，啊，这美军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吼、哦，伊所管辖的所在，伊要指定讲，啊，即落偏偏拢日本的领土，爱将切到这个钓鱼台这个尖阁群岛属那个冲绳县内管的吼、哦，琉球群岛咧管，即马就是讲。在1969年，因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把钓鱼台随着琉球作为幸福日本去啊，哈，啊，所以进日本的管辖。OK， 马关条约第三款讲，伊所年付的本约的地图所为更改，爱本约批准互换了，爱个。两国还阁派官员两名以上，共同划定疆界委员，哈、哦，来就地踏根，确定划界。你敢来看，咱民间土地买卖，拢爱去地政署做，请
地震人员来测量，来定迄个界址，吼啊，双方买卖双方爱落去签名，民间的土地就遮慎重啊。当然，国家的吼一个属地的割让，当然爱就地踏根来更改，吼来点点修得了，点高吼高挂了哈。OK， 过来，人日本政府有规定哦。本约批准互换了，限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牛尾的地方，就是咱这个所在。诶，人民，吼、哦，你若无介意做日本的臣民，两年来你会使变卖你的家产，吼、哦，退去绝，就看你要去对啦，要等于恁大清帝国也好，你要移民去南洋啊，拢。但是两年了，若无签煞，足以视为日本臣民，暂时就甲你当作日本臣民来。来款待哈 ，OK。你看，人起码日本有，和当初大清帝国人呐，伫遮吼，会定两年，互你输过去。但是，咱日本战败，咱日本的台湾人，中国兵入来了，差不多三个多月，吼，伊用行政命令，就甲咱命令讲，所有的台湾甲澎湖的人，拢总。变成中国籍，回归祖国，用行政命令，啊，这全世界无人承认，吼，美国甲英国的外交部拢发文抗议讲，啊，和平条约还未签，台湾的地位到底要安怎解决，还未决定，你哪会使讲变更国籍？吼，咱迄阵当初拢，迄阵的人拢日本台湾的，吼，的人拢日本国籍，啊，真奇怪，美国人娶美国人生了，应该是美国人。德国人娶德国人生了，德国人。啊，阮爸爸妈妈日本时代拢要读了日本公学校，拢受日本教育。奇怪，日本人含诶爸爸含阮日本人的妈妈生了我变中国人，诶奇怪。你著敢若讲，敢若讲一只狗刚甲一只狗母生讲变中国猪仔囝走出来。我做领中华民国身份证，我才变中国猪咧。OK， 啊，讲落低吼，太趣味吼。较早做囡仔，我著看阮爸爸拢饲猪吼，啊，猪拢饲，头两百工七个月就会当杀，啊，就掠去卖。啊，我迄阵若要注册，啊，就要创啥吼，拢啊是有计撮做囡仔拢杀家己猪请人。啊，但是蒋介石伫1949年吼，为中国遐。引进200万只猪来，予咱台湾人饲呢。啊，饲68吨啊，真拢袂抬停呢。吼、哦，啊，拢阮饲的拢200公就抬啊。啊，咧做咱即马甲真拢要咧饲中国猪吼、哦，因咱拢咧纳税开开啊。OK， 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甲位阶吼，来做一个比较。上关卡的这两个吼，一个下关条约，吼，一个嘛旧金山合约，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因为这个是国家甲国家签的，两个国家所签的。旧金山合约有51个国家签署，但是爱上登伊呢国会通过，有48个国家有通过，吼，所以这是就这个是要讲上关的，哎，你这句话是照日期来，啊，其实是这个。最高阶哦，旧金山合约，台湾的地位应该差不多定立旧金山合约，差不多甲咱基本上甲咱定好啊，只是还袂行煞，还在进行中哈。过、哦、来就是台北合约，啊，台北合约伊个是旧金山合约是伊个母约了哈、哦，这个叫做旧金山合约 （San Francisco）、哦、Peace Treaty 哈、哦，这是旧金山合约母约，依照这个母约来定这个台北合约，这個、台北合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在美国的这个压迫之下，叫日本爱跟中华民国签，因为迄阵中华民国还佫跟美国是盟军嘛，吼，所以日本迄个伊的压迫之下，跟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但这個台北合约迄天签，爱到8月15日才有生效。啊！但是这个台北合约、日华合约，不，
日华合，这个我那叫做日华合一哈，就1972年就失效，因为迄个时阵，迄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所以断交了，这个台北合约就失效呀，哈、啊。所以即马人马英九定个要提台北合约出来，讲依据台北合约，台湾甲澎湖已经还予中华民国，这是国际法理上的笑话哈。过、啊、来。美国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吼，啊，这位置就较低啊嘛，吼，你照那个看哈，这是伊的国内法啊，这不是国际法哈。过来，开罗谎言，啊，这是骗人的哈，这其实一个新闻公报呢，哈，啊，这位置开罗谎言这上低，吼，这所有的位置都啊开罗谎言，因中华民国的人上爱提出来讲的，啊，结果这位置上低。啊，小姐，就是讲，台湾的军事的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美国军事占领，暂时即马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政府咧代理哈。啊，当然即马未使讲中华民国，爱讲台湾治理当局哈。OK， 好，过来咱来看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依据甲迹象。因咱刚讲，因为咱台湾个美国军事占领，足侪人拢讲，我无看到美军，你搞我骗，啊，所以咱来讲用法律来讲吼。第二个先甲讲，美军是委托蒋介石的军队来代理占领，吼，所以你看到中华民国部队嘛，等于看到美军的意思，啊，法律上咱来看啦哈。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条。其实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55年8月17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吼，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55年9月7日，对日本的受降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美军接受在台湾日本兵的投降。命令蒋介石，因为麦克阿瑟是盟军统帅，吼，啊，那么蒋介石只是一。中国战区的统帅，哦，迄算较地区性的。啊，麦克阿瑟是整个统筹盟军的统帅，所以位阶较高，所以用命令蒋介石的部队。啊，这个因为是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美国他有权利来分配盟军占领区，就是比如讲韩国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中国的东北，遐日本兵爱向苏联远东军区的司令来导航。那么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就是越南、北越，哦，爱向中华民国的军队，哦，蒋介石导航。同款，台湾甲澎湖嘛是向蒋介石的军队导航，哦，这是。美国咧分配，因为伊是主要占领全国，所有攻拍来拍日本，包括拍台湾咧，拢是单独干那美军来拍，无看到英国部队来拍，无中国的部队来拍，吼。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B， 哦，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啊，这是干那放弃，我拄啊讲的，干那放弃地上管辖权 ，OK。那么23条也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吼，当然包括日属的台湾，吼。过来，对日合约所拟定，包括跟51个同盟国的协商，拢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啊，这个杜勒斯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甲聘任的，啊，这个尾啊做甲国务卿，哈。来，啊，咱们来讲台湾管理法。哦，这是1979年4月7日确定的，但是伊追溯等于到1月7日生效。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依靠权利甲义务来定的。哦，咱拢毋捌听讲有英国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独独有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好，啊，这里。1979年1月7日，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啊，这个断交，煞变成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伊迄阵是发到中华民国蒋介石部队嘛，吼啊，即嘛，所以伊啊关于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保护台湾，吼啊，甲等于含这个法理上，还佫有连接，较在麦克阿瑟迄个一号命令吼，迄个意思，好来啊。台湾关系立法内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有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哦，这个能力包括军事能力、经济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甲人权，包括经济制度的稳定。哦，你看，这美国明文规定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哦，所以台湾是美国的保护，唔是中华民国的保护。这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所以伊有权利嘛有义务。既然台湾许你美军占领，你得爱保护这个所在，袂使搁别个国家来甲我占领去嘛吼。因为我是干那，予你美国拍败尔。啊，所以你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迄个时阵，就是李登辉含彭明敏头一届咧民选直选总统吼，啊，李登辉。就拢讲两国论，阿强啊起批评，啊，就向家人外海、甲高雄港外海，哦，咧社会大，哦，即造成台海危机。美国虽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对不对？啊，这就是依照台湾关系法，哈、哦。啊，这是因为克林顿依照台湾关系法，伊有权来派兵来保护台湾的人民生命甲财产的安全嘛，哈、哦。啊，这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爱开足侪钱啊！哈，啊，美国唔是空的，唔是笑的。如果若唔是伊的保护地，吼、哦，伊是安那要开遐侪钱，塞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台湾，因为迄都爱空中飞行器爱布哦，啊，水面舰也有，下骹佫有潜水艇，哈、哦。OK， 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有六项保证，啊，这是要跟阿强啊，要签《巴伊奇公报》吼、哦。进前，因为迄阵中华民国伫美国嘛有一挂这个情报吼，讲、哦、美国要跟阿强啊，佫签第三摆的公报，啊，伊作烦恼，迄阵蒋经国作烦恼，讲是毋是会佫像当初？国共内战特别属于进前，美国的对华白皮书，佫写放弃中华民国安尼。哦，啊，那安尼佫放弃了，啊，兵败如山倒，哦，所以中华民国就绕跑走来台湾，啊，即马足惊，啊，所以台湾包括台湾人人心惶惶，大家拢咧请买迄落申请国外的这个，或者要绕跑去国外的对啊，吼，拢要办移民创啥？啊！伫这个情况，蒋经国就要求外交人员去跟美国交涉，讲你诶，你若无要甲我出卖，无你，吼、哦，你写一寡报，等于写报证书好啊，吼、哦。就啊，有一个六项保证，吼、哦。啊，雷根总统迄阵啊，算讲真体谅蒋经国，吼、哦。啊，所以有这个六大保证，啊，咱来看讲伊写啥物内容。好来，美国无意思对台湾军售。即下杂志日记，现在伊讲用对台，他唔是对中华民国军售，因为台湾关系法规定，伊才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干来当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吼、哦，简称台湾。所以即即马所看的这个对台军售是对台湾治理当局，其实嘛是即马这个管台湾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吼、哦，国民党政府，吼、哦。来，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哈，免堪伊参详，哈。美国想要卖啥物适当的武器给台湾，是美国咧决定，唔是免堪阿强啊参详，哈。美国未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哈，就是讲。这下来就研究啊，保证到底啊，哈！这个安踏台湾人民的民心啊，哈！过来，
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国共和国来展开和谈的谈判，哈。OK， 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主权有主权的主张，哈。美国无承认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伊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无承认，哈，无支持，哈。哦，咱拢无听过讲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承诺，你敢捌听过？佮写到即个公报内底哈，即个写做那六大保证哈，啊，即个意思真清嘛，就是讲你台湾是我的君主占领地，在我的保护之下，啊，恁要佮无放心，我佮加写一贴，哈，六项保证。佮加写，他一贴符啊，甲你打打你个胸坎啊呢，甲你吼，互你安心，也是打头壳遐呢，吼 ，OK。啊，咱毋捌听其他国家讲对咱有啥物保障嘛，吼。啊，即个敢若讲，你交一个女朋友，你要甲娶，你一定爱甲保护嘛，你嘛爱甲保证。哦，你若嫁我。我每个月5万块，你买化妆品、甲买衫裤，甲保证。哦，一定恁已经发展到有一个啥物关系，要讲着嫁娶啊，啊，你要要去对保证承诺，伊较要确定讲要嫁你吼。啊，这款一定有足亲密的关系，咱跟美国就是有足亲密关系吼。好，来，台湾毋是国家，这是美国讲的哦吼。2004年10月25日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哦，这个鲍威尔所讲的，鲍威尔就是1991年迄个波斯湾第一次战争迄阵，诶，拍伊拉克的迄个指挥官，哈，啊，不也伊嘛做个国务卿，哈，啊，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啊，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哦，这句怪怪哈，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即嘛是由台湾治理当局咧治理中，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中华民国的政府，这个境外的国内哈，你拿以琉球来讲啊，琉球当初和美军占领，琉球人对日本。国来讲，琉球变国外。琉球人若要去美东京做生意，要定爱出国，所以爱签旅行证件。这旅行证件等于 passport。哦，即马咱就是咧要求美国，我呐爱发给咱旅行证件，就是安尼。好，你琉球人要出国，嘛要去日本，毋是较早国内线嘞。美军占领了后，就变国另外一个国际线啦。变爱穿护照，开始当出境。OK， 后来美国人是长进人。哦，台湾伫咧当局所选的总统，无论是蒋介石、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美国对台湾当局拢说三道四，啥物代志拢美国说了才算数。哦，2000年5月20日，阿扁啊就职，哈，哦，那个。是一共是不一没有吧？这就是许美国操控所指导，该讲迄个是不一没有。迄阵阮独排吼，好不容易甲支持甲阿扁也当选，吼，阮足爽的，足欢喜的。台湾人真正出头天啊！吼，啊，着假扮讲伊就职典礼，会讲一寡啥物好菜色来互咱听。结果伊甲你讲四不一没有啊，对四不咱来看，第一不宣布台湾独立，哇；第二两国论不露馅，我好不容易你等于讲两国论讲啊，吼，1996年是讲啊爽歪歪吼，过来不举行统独公投，诶，啊，咱就阵当初民进党唔是专门在讲咩公投独立，公投救台湾。
第四，无要变更国号，哈。第五，无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伊这讲四不一没有了哈，阮这独白大家拢老多想呀，有够失望的。本来伫云顶啊，阵随摔落地角，吼、哦。那安尼，原来是美国真正是常进人，所有的重要的文稿，包括这篇，你迄、那个阿扁阿咧拟稿拟好了，爱送去予美国看。美国看过来，那 OK， 你开会当照安尼读，啊，这就是由美国修改过的。好、哦，全世界无一个总统去哩讲，我无要做这個，无要做那個，无要做、那個，啊，无是选你要创啥？大家去哩嘛拢讲愿景，我起来就是要甲台湾哦建设个好势，建设做东方的水的理想的国家。一定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愿望，带动台湾人向前行。这个行倒退路咧，吼、哦！啊，咱选一个不，选一个放屁的总统啊！啊，我这阮这独派有够失望的吼、哦！来，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哦，来看就是讲。1979年以前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这是美国要搁甲承认无堪面断交。但是1979年一月七，美国堪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吼、哦，了美国随伊的国会随制定台湾管理法来代替麦卡厄瑟的这个一号命令，伊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无奈个讲断交了，就爱阁创一个台湾管理法，吼、哦，伊就要连接迄个法理，卖要脱节哩，吼、哦。啊，改台湾治理当中，袂使阁称中华民国，所以伊即卖咧讲个台湾是讲简称台湾啦，其实后壁还阁有治理当局啦，吼、哦。因为大家美国拢讲惯势啊，讲台湾，所以你莫讲，哦，美国袂予咱台湾武器。其实嘛是袂好这个意思，啊，台湾人有够衰啊，袂好这个，啊，咱台湾人咧纳税金，台湾人其实嘛是台湾人开钱买的，吼、哦，啊，你讲政府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你包括李登辉、陈水扁，哦，这台湾人的总统，歹势，伊选的，伊宣誓效忠的迄、那个，哦不，宣誓的是向中华民国。伊是选中华民国第几任的总统，唔是选台湾国总统，这要搞清楚。所以唔好讲哦，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就是台湾总统，唔是，嘛是中华民国总统。来，2008年车玉山四号政经并推，哦，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总统啊，哈。阿扁啊要求马英九参加啦，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这个处长杨朱立哈，堪比军的官员，已经坐这个云豹装甲车，入去红山指挥所观察。如果美国人不是咱的占领者，不是咱的头家，是安怎美军的官员会当入去咱上关卡的指挥系统，红山指挥系统入去参观？哎，军事机密，你哪会当和别个国家的军官入去？有只看就是表示，台湾的军队要掌控伫美国的手里哈。这个，和美国下命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哈，啊，你甲看，这本来拢有大国有利啊，吼，哎，国会拢富起啊。而且拢要依稀可见啦吼，哦，这么一个吼，这拢无呀。啊，这就是美国，咱去告美国了吼。啊，美国伊家己讲的，伊国务院讲，恐怖组织三要件：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个
伫当地征兵。啊，你甲看，宾拉登毋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伊斯兰教义来教育因遐个当地回教的人民，吼，都还叫因来做，吼，等于征兵的意思嘛。伊创开打组织，吼，迄就是讲用因个伊斯兰回教的教义来吸引人来参加这个圣战，吼，来做伊个民兵安尼。OK， 啊，咱你嘛看，迄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佫有武器，佫是咱台湾人。开钱买，甲美国买。啊，伊甲咱叫咱去做兵，伊来甲咱占中华民国来甲咱占呢，佮叫咱去做中华民国兵。啊，这是国际法袂通呢。你讲美国1945年4月7日去拍琉球群岛，甲琉球群岛占领了，到1972年交倒转去给日本的时，敢有叫琉球的日本人来做美军？无呢。因对立的啊！你叫来这边发武器，哦，你说啥武器给你拍？过来，2003年，美国去攻打伊拉克，去占领伊拉克，占领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嘛无啊！因是对立的啊！你叫来这边，伊效忠对象要谁？你一定肯定烧钱的啊！你分美式的装备，哦，你说摕美式的装备来给你拍美军。哦，所以这袂通，哦，所以咱比如那个美国国防部警告，你若无叫中华民国这个国徽拆掉，哦，啊，你爱开始袂使阁卖较新的武器，哦，啊，美国拖个你也惊着呢，哦，所以阵开始叫头拄啊叫因的迄个国药爱付掉，吼，哦，就是安尼来，来，啊，咱台湾跟蒙马做加入。WTO 就是美国的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啊，这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思，其实就是军事占领地，较爱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去加入 WTO 这个国际组织。好，来，阿边啊，要下令进行有刺杀飞弹，吼，这引起美国的关切，这是。2001年5月2日做报出来，吼，啊，这个国防新闻这个周刊报道，哈，前总统陈水扁伫下令前的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粒的中程的飞弹，但是随引起美方的关切，一名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来台湾向台湾的国防部查证，吼，啊，迄阵蔡明宪，哈，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讲。美方对台湾的刺杀飞弹感觉关切，美国驻青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蔡明宪回答讲，敢若刺杀尔，还未正式生产。伊当时保证，台湾的飞弹只是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咱家己生产飞弹，就要敢保证讲，我这个刀吼无甲作来吼，但是我无要杀人。啊！敢保证讲我要无要杀人，吼、哦！啊，这真正若无美国咧控制，吼、哦，蔡明宪袂讲即句话啊，吼、哦。来，受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这三个：韩国、日本、台湾。啊，这三个甲加起来拄啊大日本帝国。啊，管制的内容啥？飞弹的射程，哎，核武研制，第三，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你甲看，飞弹射程，韩国管制美国甲韩这，干来量300公里，啊，去年年底美，啊，是今年年初，美国有同意讲，会量予韩国发展到800公里的这个飞弹，但是呐，800公里的飞弹，干来量。弹头300公斤，好，啊，你那500公里的弹头，可能会当500公斤安尼，好，这射程有限制，好，啊，所以你看头拄啊，咱刺杀啊，边下迄阵讲刺杀一个中程飞弹，美国都有意见啦，哈，来核武研制，你注意看，这三个国家
拢有核武制造能力，但是就无半粒核武。好，过来，暂时军事指挥权，以韩国来讲，韩国若真无咧战争，是韩国迄个指挥官咧指挥，指挥军队。啊，若南北韩若去战争，是美军去来指挥军队，吼、哦。啊，所以你看，遮咱拢是迄个美国控制条，吼、哦，包括军事的指挥权，吼、哦。OK。啊，你看，这若讲无美军占领，啊，这其实这三个就是拢由美国军事占领嘛。咱晓得讲，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来咧做代志吼。啊，美国总统嘛是由因的国会甲因的法院咧监督，唔敢违法。哦，你若违法，像尼克森，吼、哦，敢那一个水门窃听事件，都用幽落台啊吼。国际社会拢嘛了解咱台湾的真实的地位，啊，就独独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因为咱迄个国民党裕民政策。哦，咱六十八年来，伊拢甲咱教中国思想。哦，比如讲，我听你讲啊，咱小学咱的作业簿后壁变过来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都爱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好、哦，啊，这就是拢咧甲咱洗脑，咧甲咱洗脑。好、哦，啊，就讲爱讲国语，爱讲北京语，好、哦，较是有水准的。吼、哦，啊，若讲台语拢无水准诶，拢爱罚钱、罚徛。啊，像我无钱通罚，我著爱举水桶啊。迄阵有小水桶，爱举水桶，啊无举椅啊有无？哦，我透钱通罚。吼、哦，啊奇怪，啊若讲咱台湾人做个错诶吼，啊若因讲他嘛，著讲无要紧诶，讲介有水准诶。啊，咱讲啊，讲袂使。啊，咱咧讲，就爱讲 LP 啦，啊无，你若讲台语迄个迄字吼，就讲讲无水准，啊，较奇怪。啊，因就讲教完就较有水准，较奇怪，吼、哦。好，啊，咱台湾人真正吼，像咧整体之外，因的媒体吼，90%拢有控，因中国人控制掉的吼、哦、OK。所以咱做的讯息拢是错误讯息，尤其咱台湾人若要做记者，吼、哦，拢无法度做到经理级的高阶层的拢无法度，因为你敢那填你的履历表，你那些台湾人，伊就甲你讲啊，这个上高升他升到组长呢，就采访组组长安尼呢，都拢你咧找外口立命啊，迄个采访新闻转来。上去了高层看，啊，这报落那对我中国国民党，吼、哦，对中国中华民国有伤害，伊就不爱互你报啊。所以你搁较认真去采访入来，因有经过筛选，无爱互你知影，伊就甲你删除掉啊。吼、哦、，OK 。为以上种种迹象来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台湾，就是占领台湾的意思，吼、哦，占领管辖，吼、哦。即头拄仔讲的即16项，吼、哦，咱就捡几项啊，啊，甲亲戚朋友讲，啊，互因了解，吼、哦，啊，互因知影讲台湾是美国咧保护，唔是中华民国咧保护。尤其汉奸救了台湾，嘛会再讲救着蒋介石，因为迄阵1950年6月25日汉奸爆发，美国的这个杜鲁门总统。对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哈、哦，伫5月27日两天后发布。啊，随派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等于就是防止阿强啊拍过来，好、哦。美军拢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军事占领当中，好、哦，按你即卖美军。拢已经改穿便服，吼、哦，比如咱最近新竹乐山，伫海拔2600几公尺的所在，有美国
设立上新的雷达站，叫做普鲁爪雷达站。伊这个雷达站会当半径射出去3000公里以内，你的飞弹、飞机，吼啊，你的舰车咧调动，拢会当侦测到。啊，伊这个资料拢连接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吼，那有啥物状况，美军随反应。吼，啊，伊这个阿强啊，你咧做啥物动作，军事调动，伫美国迄个雷达站内看，拢一清二楚，吼。好了，来参观参考了哈，其他国家因的自治建国模式的探讨哈。来，古巴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在1898年4月25号宣战，到年底12月70，伊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来放弃古巴，哦，类似台湾吼，台湾嘛是用放弃，啊，佮割让菲律宾、波多黎各佮关岛和美国。叫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5月20日独立。好啊，这古巴会当独立，是因为古巴是一个殖民地，哈，殖民地会当可以独立。来，啊，咱看古巴甲台湾的境遇比较，拢因两个拢是迄个合约所放弃。古巴独立成功，但是台湾较近地位未定，这是因为。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跟他殖民地开始独立建国。台湾原来是日本的领土，咱是日本国嘛，咱已经是一个国，只是叫做日本国的台湾，啊，是日本国的北海道、日本国的琉球，咱是大日本帝国内底的一国。好，只是咱即马还袂阁像琉球安尼登到日本国哈，所以还在未定，因为咱袂惊头。旧金山合约规定了，咱甲今还袂走完这个全程。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美国跟西班牙订巴黎合约了，吼，为西班牙摕到菲律宾，受制于非独的反抗军的游击战，吼，迄阵，若要建国，拢有合作，像咱台湾要建国，咱叫做台独；菲律宾要建国，伊嘛有非独，吼，独立建国，吼。啊，因为菲律宾的独派的武装的游击队，不止去拍美军，去骚扰美军。啊，因为菲律宾有2000几个小岛，哦，较大个小岛，啊，确实若加加4000几个。啊，美军就反击迄个弱，啊，伊就走迄个岛。哦，美军安尼，你弱者，伊就走迄个岛，安尼弱到美军头壳摸咧烧。结果美军个指挥官就因个迄个反抗军个首领来谈判，讲不利个话关十当后吼，我甲恁个。行政系统拢做较济吼，了交予你，予恁独立建国，吼，好有迄十年吼，1937到1946，美国同意菲律宾有10年的自治期吼，予因学习要安怎家己管家己了。伫1946年的，也是较独立了吼，但是迄个中间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拉。麦克阿瑟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但是1945年九月初日本投降了，吼，啊，佫过两年，吼，伫美国的协助下，伫1947年的七月初时，伫美国的协助之下，独立建国成功。啊，你佮注意看，这个七月初时，拄啊跟美国的国庆日同工，啊，真趣味哦。咱过美国过赢了，美国的国务院叫咱伫2010年的7月7日去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去挂牌，吼，挂台湾民政府，同款用啊7月7日，吼，啊，这个日期嘛，真有意义意思吼，啊，佮叫咱2010年的9月7日去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的世纪大饭店去办。挂牌庆祝酒会，啊！你九月七日上面去，嘛真有意思哦。迄刚好就旧金山合约签署的日期，好 ，OK， 好。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立陶宛拄啊伫个苏联的迄个较下骹边啊只，吼。
随后并吞去啊。但是1990年三月十日，因家己宣布独立，啊，这个民间因的民间社团哈，民间 U.S.O 宣布，国际社会要咧观望啊，伊讲啊，当你唔来升进来升过，啊，但是过来立国人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诶，投票率吼，差不多30%尔，足低，无到一半以上，所以国际无甲承认伊个一个选举的结果，啊，所以国际已经不承认苏联阁有对于这个立陶宛有合法统治的合法性哈。就1991年九月七日，因家己完成独立哈，因家己独立公投。苏联看大势已去，伊煞率先个承认了哈。啊，这就是立陶宛抵制因军政府所办的选举，这互咱一个来想看卖。咱拢一直咧参加中华民国体制内，伊来甲咱管理等于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咱煞参与咧选举。伊是流亡来遮呢，啊！因咧选因的中华民国总统，啊！咱台湾人煞参与咧选。你看达赖喇嘛伊流亡去印度的达兰扎拉，因要选因这个吐蕃的这个总理，刚好叫印度人来参与参选。无呢，伊流亡去人个国家，啊！伊要选因家己吐蕃个总理，刚好叫印度人来选举。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伊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叫咱台湾人去参选，好，咱选个热不不。啊，要求足要求，就是民进党、国民党甲民进党两个斗刚好，拢讲。差3%尔，咱来迄边甲扭1.5%来，咱就赢。好样呢，哇，啊，咱台湾人就紧张，有咱袂使输，好，动员。选举的结果，那总统团大选，投票率拢超平均76%以上。啊，这国外咧看讲，好，啊，这恁台湾人欢喜甘愿嘛，好，恁投票率遮悬。啊，倒拢输哦，卖研究，哦，你若用2008年甲2012年，迄、那个谢长廷甲卖研究，小英甲卖研究，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嘿，咱选输呢，谢长廷迄阵输200万票，小英输80万票呢，虽然讲好，迄阵去年咱讲士气如虹，有三只小鸡咧加持，佮加三太子。哦，结果嘛是输80万票。这是国外人咧看是讲，啊，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要选一个通牌的马英九，以后要和中国统一嘛。所以现在美国一直咧动，袂使和咱台湾公投，哦，就是这个原因哈。OK， 啊，所以咱就要抵制参加任何流氓中华民国政权的选举甲投票。因为你只要你投票迄天，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迄个领选票，你就承认你是中国人啊呢，对不对？啊，咱是啥物人？日本台湾人。嘿。啊，所以你甲领票了，搁伫自由意志之下，你搁甲你去甲当票投落迄个票柜。投票的结果，全世界爱承认。好、哦、，OK。所以咱得爱抵制，吼、哦，爱抵制任何的中华民国，无论连村里长拢卖去参与，各个级选举区议员、吼、哦、县议员、县长这种应该卖去参选。OK， 来，过来琉球返还模式。这个琉球是1952年的二月二九，因组一个琉球民政府来成立，因嘛有行政、立法、司法，有这个三权。哦，啊，这是安怎？是安怎爱成立这个民政府的原因就是讲，你战争后，美军你要占领，美军是公营义，
琉球人讲日语，话语就袂通啊。啊，若发生纠纷就爱飞啊，因为佮包括比如讲，美军在车韩都瑞倒边，琉球人在车韩都瑞正边，吼啊，赛路有无？左字甲右字都无同啊。啊，若赛了不是小龙啊，有无？咱在右边，啊，因威兵来对冲啊，龙嘞。啊，一个英语，一个日语，啊，都分袂清楚，所以爱先美国要求琉球因个士绅爱组立一个民政府，吼、哦，来行政司法，吼、哦，立法者来管因家己个琉球人，吼、哦，啊，即变成讲，但你若立法，你所立个法爱上哦美国军政府审核，美国军政府最高。高权，就讲、是、你的法律定了，哪讲美国看讲 OK， 就安尼实施。但是实施中途，哪美国发现讲啊，这条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会当甲你删除掉。好、哦，过来1948年到1958年，因琉球人迄阵用是用美元金票来当作钱，一直到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金。但是伫1972年，反反正正，琉球人要去日本本土，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吼、哦、做法的旅行证件，才能离开琉球出境的对吧？哈、哦，爱摕旅行证件，啊，这就是当初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的样式。啊，咱今嘛是咧要求美国军政府爱发这个 travel document， 就是。旅行证件啊，这就是一般差不多讲难民在用的啦，哈、哦，弄绿色的对，嗯，啊，这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好、哦、，OK。那么你主要看。1971年6月17日，美国跟日本签一个琉球返还协定。怎样爱签这个？当初是日本政府迄阵，因的经济已经较好啊，日本政府较有钱啊，伊甲美国政府协商，我爱去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群岛还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啊，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交了，吼，因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哦，啊！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甲琉球返还，哦，就属南洋岛。哎、欸，注意哦，拢无办公道，哈、哦！这是日本政府甲政府讲好势，用这个协定都返还等于啊，哈、哦。OK， 咱60几年来拢许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足侪台湾人许教做变做中国人，认同中国，这就是安怎讲？咱2008年到2012年，咱占大多数的台湾人竟然算数，咱占10%，差不多85%以上的台湾人算数，无到15%的中国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比如2300万内底，比如有投票权的，加算2000万，这2000万内底。起码有1000万以上的台湾人，日本台湾人，拢自认为伊是中国人，所以伊投票会投国民党，咱是安尼输的，吼、哦。所以咱家己拢不知道我是谁的状况下，咱自认为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就误投了那张票，吼、哦，就输去啊，哈、哦。OK， 我记得我都在讲的哈，啊，咱。这个统独公投，你若加迄两年啊，当作统独公投，结果将变成统派的台湾，再被中国合法并吞呢？恁家己欢喜讲要来我管啊，所以我派军队来正常的啊。啊，若安尼经营吼，伊这伫国际法典馆来讲是合法可能哦。到迄个时阵，美国甲日本恐很难插手干涉，因为这是恁台湾人的民主投票选出来结果。民主要尊重民主嘛，所以美国甲日本就一定唔敢派兵出来干涉哦。啊，那安尼台湾人将沦入勇士浩劫，好、
就无采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咧巡逻咧顾台湾啦，吼、哦。啊，恁家己投票欢喜甘愿？啊，到美国嘛是讲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这是美国基本精神。这个美国基本精神，美国嘛唔敢好、哦、反对哈、哦。OK， 好，好，如果啦哈、哦，咱台湾，我怎么讲？如果咱台湾，因为这已经唔是咱的。咱咧主张诶，吼、哦。但是咱即摆爱提这個，因为台湾人最爱讲独立建国。啊，如果咱台湾人讲独立建国，咱爱负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咱爱检讨者。第，台湾人爱纳税金，台湾人爱服兵役来保护、保卫台湾。台湾人爱搁家己去买武器，哦，变即变讲咱台湾人拢爱家己负责。在还没加入联合国之前，我们要致力防止中国的武力的并吞，其他的国家无法律也无义务出兵干涉、哦、你自己一个国家，你要自己，你等于说、啊、我当大人了，我什么事情我要自己负责、哦、我满二十岁了，我所有的行为我自己负责、哦啊、我们现在来以其他国家无法出兵干涉嘛、哦、也无义务、哦啊、我们现在来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一个东帝汶在这裡，啊，同款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哈、啊，跟咱同款吼，咱边啊嘛有一个罗马国家。好，东帝汶在1975年的10月28日为葡萄牙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但是在阿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到刚好就迄个印尼入侵并占领，在1976年的7月。变成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从遐开始了后，20年的时间，因为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人的死亡。好 ，OK。尾啊，联合国介入吼，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公民投票，当然大多数的人吼，东帝汶拢都同意为印尼独立建国，但是伫公投了同年九月，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杀了约1400人东帝汶人，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基础的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全世界上落后、上散车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的援助。啊，这独立的结果，敢是咱要爱？绝对唔是嘛，吼、哦！你若独立起来，你就是什么事都要自己独立负责。咱若卖独立，咱还阁有两个头家在甲咱保，一个日本，一个美国。因为台湾有两个主人，第一个主人有所宽容的叫做大日本帝国天皇，伊根据下关条约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那么，因为第二次世界，日本发动这个太平洋战争，啊，由美国打败，根据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但这块土地等于要搁，因为日本无钱赔偿美国的损失，因为你刚打珍珠港，啊，你用神风特工队把美国的航空母舰拢炸沉去，美国可能去打灾了。美军牺牲几啊十万人，这钱你免敢赔吗？这个战争在咱爱行啊，啊，就是咱一条钱也未行，所以咱也未依照琉球反华模式，无赔人清楚。等于讲，我跟你跋筊，我跋输，我无现金给你，我把台湾甲澎湖抵押伫你美国手里啊。吼，啊，因为咱甲人的航空母舰炸沉的，美军死遐多。咱日本政府也无钱赔这条钱，所以台湾等于所有权证暂时去予美国定掉了，抵押在伊的手里。所以有这两个头家，咱台湾人凭啥要讲讲这块地我要提来控啥，要来创啥？咱台湾人无权哦，得爱日本政府加美国政府才有权来处理台湾这个问题。所以，咱台湾人要讲讲要独立，嘿，美国讲，这块土地底下离我手里，你要给我提对啊？你要给我提袂哦？
美国绝对无同意嘛，吼，所以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来，咱来比较一线之隔，咱以墨西哥州看墨西哥国比较，这个灰色的是叫做墨西哥国，这地和这墨西哥红的这墨西哥州，啊，这一线之隔哈，哎，墨西哥人拢拼命要偷渡入去墨西哥州，啊，这地当初就是美国军事占领了，变成美国一州，吼。过来，这个美加的边界，因作开放的，这两个就是因为生活水准同款，所以，介少听到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还是加拿大要偷渡来美国，同款。你敢有看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墨西哥，因少嘛？啊，这两个就是因为生活水准。哦，法律的水准、自由的水准无同，所以水准较落后的拢爱偷渡入去美国，吼、哦。啊，所以那互美国管，这较早嘛是墨西哥的属地啊。啊，互美国管了，人发展了真好势，所以人就一直要偷渡入去，吼、哦。唔是讲互美国管就歹啦，吼、哦。啊，你看，偏偏这两个一海之隔，一个。共军占领中国，美军占领台湾。哦，咱台湾虽然讲无介好，因为有中华民国伫遮，但是伫美国的管辖之下，起码还算是一个比中国较自由、吼、哦、较先进的国家。所以，伊去十几年前，不时是阿强的民航机飞过来，啊，因的人民。哦，无论查甫查某，拢要走来台湾打工，好吧？哦，所以，予美军管毋是歹处，吼、哦。OK， 咱若伫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就是免税、免做兵，吼、哦。咱个物件要交予美国，迄种国内线免税，吼、哦。OK， 咱个国防甲军队，美国爱负责啊。想叫你给我占领，对不？你都要负责，吼、哦。啊，剩落来经因为来建设台湾，变东方的水师，理想的港，安唔足够的，对不对？好、哦，来，啊，咱过来检讨，以台湾的名来加入联合国，还是用中华民国反联来分析？吼、哦，啊，咱先来分析，用台湾名来，我们申请入联。这阿扁迄阵做总统的时候。特别用台湾的名，以前拢用中华民国哈、哦。但是咱要入联合国的资格是爱以国家做一个基本的单位啊。好、哦，你爱先变做一个国家。啊，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鲍威尔讲啊，唔是啊，哈、哦。啊，咱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呢，有四项，吼、哦，咱来探讨看嘛。爱有永久的人口。爱有固定的领土，爱有政府，爱有外交权。好来，永久的人口，咱即马来探讨台湾国有永久的人口无？有哦，唔对呢，咱是日本国的台湾人呢，咱是日本国的人呢，所以台湾国无人口，有固定的领土。哦，台湾是我台湾人的台湾，哦，发了作爽啊！可惜所有权证在天皇手里，所以台湾国嘛无领土，对不对？好来，我讲有啦，有政府，我派一个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唔是台湾政府，所以嘛无政府啊。我有啊，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他们有邦交，派一个，你甲伊摕迄个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跟人签的，所以这四项拢无，所以台湾真正唔是一个国家，哦，唔是台湾国。啊，你既然唔是国，要安怎加入联合国？你袂使把一只狗安尼洗好清洁，啊，西装清洁，呢，搁再拍个啊，手牵个讲来护政事务所
请身份证。哦，你若搞就是搞，你也袂进化做人，所以无法度请身份证。啊，你家人毋是国家，你就无法度加入。你哪个？这最基本的逻辑，像那陈水扁，伊毋知影，哦，足奇怪，迄种代代法律迄毕业的呢。啊，所以即马有外国咧流传讲，拜托啊，干卖去选法律系起来做总统啊？我马英九嘛是法律系啊。咱台湾的目前的地位吼，是日属美战吼，日本中华民国咧代理啊。台湾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尔啦，吼，唔是国家。卡输台湾那边。建国啦，我即马讲卡输哦，吼，这毋是咱的主张哦，吼，你嘛爱行这五步，爱照国际法来，吼，第一个，爱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吼，甲因请去赶去金门马祖，吼，因为金门马祖还佫因的合法的残余领土，啊，咱台湾民政府，吼，在台湾，咱家己管家己，吼，伫美国军政府的管制之下，吼，都像。当初的菲律宾安尼，吼，咱台湾嘛爱行这个战争赛，吼，来较来返还日本，吼，依照琉球模式返还日本。啊，过来爱要求咱的日本的母国，伫因的国会参众议院制定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有这个法院，你唔靠会当根据这个法院来台湾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台湾怎么安尼呢？第一步拢也袂做，为遮阵直接跳来到后壁，头前拢无要管人安怎。你讲国际规交通规则，吼、哦、红灯就是停，绿灯才会当行。吼、哦，咱拢无咧照这个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一声就弄来到遮，这无车祸较奇怪。来。我们来检讨以中华民国这个名要重返联合国，好、哦、来。你那个1971年十月二号有一个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文，伊的意涵那什么是啥？基本上就是讲，将蒋介石伫联合国的代表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来驱逐，哈、哦！伊是向赶出来，唔是蒋因蒋经国家己，哦，蒋介石因咧讲的哈，讲、哦、退出联合国，讲汉贼不两立，哎，其实因拢无能力啦。好，这个伫联合国，中华民国刀啊，甲名牌拢要滴咧呢，只是迄条椅啊，吼、哦，嘛拢滴咧，只是迄条椅啊，即卖换人咧坐，换什么人咧坐？而这毛泽东的代表咧坐啊，好，啊，等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合法的中国，啊，中华民国变作非法，好，伊讲从联合国把被非法占据的，啊，把为从他们占据的非联合国非法组织把它驱逐出去，哈，是被驱逐的哈。啊，中华民国伫国际法的规范内底定义吼，伊伫1949年十月初迄间迄天已经亡国啊，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国啊嘛，吼、哦。只是伊流亡来台湾了，是美国咧甲停，停伊在联合国的席次，而且美国发出消息讲无要阁支持，一声就倒啊，吼、哦。因为中华民国敢若剩金门甲马祖这个残余国家。所以将来伊爱走伊遐吼 ，OK。啊，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免怎烦咧？吼、哦，伊亡国啊嘛。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还免怎入联？哦，一个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吼、哦。啊，台湾人的逻辑就袂通咧。吼、哦，啊，就是迄个中国个用错误的逻辑甲咱教，啊，咱就因为错误的逻辑，所以得到错误的结果。吼、哦，就是安尼。好来，啊来讲一个较轻松的，有三个神经病吼。
啊，伊关伫个精神病院内底，啊，医生每三个月拢会甲叫出来，佮重新诊疗一次，看有较进步无？啊，若好伊吼，就会定互伊出院嘛吼。好，即摆叫来坐遐，啊，就叫讲来，恁三个有较好啊吼，来，伊拢插一个笔带壁白壁画一个门，佮画一个门，迄个喇叭式的门把。啊，恁三个好啊，来，有只会当有只处理啊。好，两个做欢喜就撞落去，咧抢迄个门把要开，啊，只开袂出去。我即摆春节吼，医生就讲，安尼即个较好吼，即个已经正常啊，啊，就甲问。啊！你来不爱处理？哦，伊讲啊，迄两个笑的，啊，锁匙伫我家，伊无来搞，摕锁匙要怎处理？哇！这个本来是讲较好的，煞较严重。啊，咱来检讨看卖吼，这三个拢无承认讲伊有病对无？你做成遐毒牌呢？啊，头前这两个冲去开门的是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的能力，较属于无党无派。啊，啥物人做，我拢爱做工，靠钱赚，靠饭食，拢安尼讲。啥物人做，拢同款，我嘛是爱纳税金。哦，拢讲谁做都一样。好，来第三个。哦，独排人数都像我较早安尼啦，你看我较早该讲我咯啦，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啊，收集伫我家啦，啊，我民进都上大党诶，哦，阮党员十几万，啊，恁台湾民进有较几千个呢，恁无来握我，台湾建国无法度成功啊，都拢安尼啦，好，好，而且医生是咱 TCE 的成员，你头壳已经较清楚了哈。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冷眼观察，要来医治破病台湾人。恁即马来遮拢咧食解药了哈。我当初我就较袂晓读册啦，啊，所以国民党的册我读较少，所以我中毒较浅，所以我听着秘书长的演讲一场了，我就醒。算我中毒较浅，所以解药轻轻啊来，我就解毒，我就醒来。哦，哈哈哈！哈，大家做来拍拼哈。嗯，啊，以后恁嘛是出去，哦，恁先为那个住院医师开始啦哈，无先实习医师啊，哈，哦，大家开始，哟，大家拢变精神科医生，安尼。唔，无人拢讲咱笑的呢。啊，上个笑，上个笑的唔知呢。哈哈哈！哈，注意哈 ，OK。好啊，到底咱要安怎交流？你来讲哈。其实真简单啦，吼。啊，反正，咱得爱先来讲。咱战败，啊，咱就去由美国军政府占领，吼、哦，啊，咱要要求美国，吼、哦，你美军入来，啊，我要用，要求美国，和咱用美国，伫联合国这个用副会员的身份对美国加入，就敢那翁仔某，你请信用卡，翁摕正卡，某摕副卡，安尼就入去啊，吼、哦，安尼咱就会当享受。联合国所有的资源，联合国的保护，吼、哦、，OK， 加入联合国，会当用副会员的身份加入联合国所有的国际组织，吼、哦。好，啊来看，咱要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的模式有安怎？哦，第一个就是讲，伫美国军政府下骹，咱台湾民政府，和咱台湾人，有家己管家己，吼、哦。啊，这是原来一个过渡期啦，吼、哦。以后咱嘛是要转去日本了，对吧？好，诶，其实咱来讲吼，人来咧讲，那拄着党派，拄着统派吼，你用哪爱堪咪讲？诶，你支持统一啦吼？伊讲是啊，是啊，伊用讲，迄他迄款人拢头讲北京话，
是啊，我当然支持统一啊。你要甲讲，我也支持统一呢。永好，很好，很好。另外，阿伯利亚讲，我是支持要跟大日本帝国统一。那边等你嘛哈，那边等你日本啦哈。OK， 安尼伊可能香港内底小小多，万一新疆山破坏叛逆，万一起笑啊。完了，哎，立陶宛的谋士拒拒绝伫军政府的体制下选举，和投票率低于50%。安尼，咱向全世界讲，阮不爱和中国通敌，哈，伊已经无合法的统治性，哈，啊，挂出来，好，阿个来，买单依照琉球返还模式，那咱来等于大日本帝国母国，哈，和母国统一，啊，是咱和日本结盟做邦联，啊，是联邦，哈，美国，哈，的联邦制，啊，那英国就是邦联，哈 ，OK。来，啊，咱来检讨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哦，咱拢定爱讲，啊，那无要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哦，啊，这其实咱爱先了解咱的身份。咱是互美国占领，咱当初迄工拍美国，互美国损失遐大。啊，你即马煞要阁要求叫换，伊爱阁摕钱来互你哦。门都没有，吼、哦！啊嘛，迄、那个法律上嘛唔对啦，吼、哦！过来，讲啊，咱不爱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啊，美国有给咱两个任务：爱训练4000个人员，吼、哦，读较清楚的；啊，佮爱招41万分的台湾人，读较清楚的来请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这两项咱拢还袂做好。所以咱嘛无资格讲要叫美国赶紧入来。啊，过来，咱也无爱叫美国甲中华民国日本政府刷去金门马祖。诶，啊，你爱搞清楚呢？当初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呢。哦，咱跟美国修建，哦，等于就是跟中华民国修建，哈。啊，因两个同盟国，咱较有可能。另两个敢那兄弟啊！啊，你要讲叫伊一个小弟讲啊，甲伊刷叫伊刷去金门马祖，哎，那你敢袂？咱看美国修正的呢，啊，伊个兄弟中华民国蒙古同盟嘛，嘛一个看咱修正的，啊，你讲命令叫美国叫中华民国去金门马祖，啊，是美国较大，还是咱台湾人较大？搞不清楚呀，哈！啊，这就是讲咱来认知讲。二战的时阵，咱和美国，这个美国和台湾是敌对，咱即马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哈、哦，这个上下位置啊，哈、哦，啊，美国对咱的要求，咱有准备好未？咱唔好讲叫，咱是等于讲新罗，好、哦、要叫当主等于讲，这咱两个等于是敌对啦，哈、哦。啊！敌对讲，咱要叫咱的敌人讲，爱替咱做工过，啊，这唔对啊！啊，咱从占领，咱等于是资源，啊，美国是头家，啊，咱资源咧要求讲，头家爱头家垃圾，你才不爱扫扫的，安得唔对呀嘛？咱是职员，照讲是咱来扫的，咱来做的工过，咱抓咧讲叫头家，啊，头家你个涂骹垃圾你才不爱扫扫，哦，这位阶咱搞乱了，咱唔是头家。咱是被占领者 ，OK。我想一个故事哈，迄、那个在当主长去变数，我看到一个员工伫遐足认真咧录图啊，录甲金狮子，伊就去遐讲：“哦，袂歹袂歹，你好好做，后日咧一定会像我安尼做当主长。”啊，你别个，我那甲这个当主讲：“大大，当主长。”你好好做，因为我较早就是当处长。你若无好好做，你后日要来撸涂骹。哦，所以莫定要员工要叫头家讲，啊，你个涂骹扫清洁吼，卖指挥头家了哈。OK，
台湾是一只未定的防空母舰哈，啊，这是麦克阿瑟讲的。台湾人照讲，哎，应该哎，亲美日，好，共同来共同防卫台湾。我但是马英九足干巧的呢，哦，伊就发动去年的马基奥事件哈，迄个马基奥这跟伊日本的男朋友，饮了酒醉煞拍台湾的客运车司机，哦，电视安尼连续一礼拜，透早报到暗晡报到宵夜呢吼。要引起咱台湾人来仇日，啊，再来用毒美牛事件，哦，调工提供资料，中华民国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去咨询资料，然后伊去伫立法院咨询，讲是安那美国要用这毒牛肉要来讨咱台湾人，和咱台湾人来反美，啊，这完了中国国民党借刀杀人，伊需要提供资料。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啊，跟这个洪仲丘事件同款，国民党提供一挂资料，和这个管碧林，哦，去，和伊去咨询这个杨念祖，这个新的国防部长，文人的国防部长，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会当把军人的国防部长换掉，换一个文人的国防部长，咱来好好个报效，结果。这个管碧林甲爆料讲，伊个文章是抄来的。啊，台北市的民进党的管东部这个执行委、迄个执行委员吼，执行长，伊也甲爆料，和伊做看因，和因讲伊个这个册所写的，迄是讲抄来。伊做看准备要甲报，梁念祖知影讲代志大条，赶紧辞职。哦，安尼一个文人部长安尼，就因为国民党提供资料，啊，就予伊落台，伊阁任命一个军人的国防部长阁起嚟啊，好，啊，即个咱台湾人做到假敖啊，吼，斩八假贤惠，吼 ，OK。啊，即个因为咱台湾伫遮嘛，咱日本保国伫遮，啊，边啊即个罗马国家，哦，啊，即个美国。这本来这样啊，阿强啊，拢用即卖用差不多千五粒的飞弹，咧对着台湾，哦来甲咱恐吓。啊，我即刚咧想讲，起发图想吼，讲吼，那咱台湾民政府执政，这是我家己个人的想法啦吼。啊，就开国际标啦吼，啊，就请人来发明吼，全世界上大机上来久啊吼，为台湾下骹甲。切落灯，啊！即马阁叫全世界上聪明哦，科学家发明上大粒、上有力的眼镜，啊，倒嘞，甲晒来遮搁浅，看对住伊较好搁浅。啊，无想话咧，想话着侵入领海哦，领空领海，美国派人去出来炸咧。啊，即只不成的航空母舰哦，为只晒来到遮吼。好啊！啊，你阿强遐千外了拢无效，甲啥拢通电炮拢了到底了落落啊，拍袂着咱。啊，总共因为迄个长城的洲际飞弹，哦，遐做足大粒的，爱开足侪钱的。啊，伊那射了无拄啊，射了美国宣战，甲炮白，把它歼灭吼。这是我个人安尼空虚妄想啦吼。啊，注意，我今日拄久哦，讲一寡笑话，互恁笑。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骹也有吼，连工有机会，较啊，即先讲着个。瓦良格号，啊，即甲所乌克兰买，啊买转来，伊创这瓦良格号，咱甲笑讲啊，因为即有够两公诶，叫做瓦良公号，较有人眼睛夹眼夹即型诶，啊，即拢毋免 GPS 卫星顶咧，啊，都看夹眼遐飞弹甲射遐就对啊。啊，过来哦！即马知影讲啊，安尼歹听好改一个私人号。我阿公个台语讲都私人号啊。我即摆啊，无阁改一个，改辽宁啊，啊辽宁啊。哦，辽宁吼，哎、啊，超过时间啊，我今仔就讲到这，后盖有机会，剩下个过来讲。好，多谢各位，谢谢。请起立。今日
下课休困十分钟。